打开鞋盒，这一双崭新球鞋可是市面上想买也买不到的，因为它是用纸箱变身而成，穿在脚上都不违和。还有眼前这辆车子，从车子引擎、轮胎一直到内部装置，所有细节精致到位，也都是用纸箱做成，栩栩如生，通通出自他的手。段ボールで物を作った時に、学校の先生からすごく褒めてもらって、褒められるのが嬉しくて、今まで続いてるような感じです。连汉堡也做得超逼真，好想咬一口。29岁的纸箱雕塑艺术家大野萌菜美，一双巧手，才华洋溢，不只会做逼真物品，也能用纸箱变出可爱的卡通人物。无论是探险活宝，还是漫步在街头的哥吉拉，都能做得出来。而且哥吉拉胸前还有开关可以打开，超级精细。段ボールを可愛く見せてあげたいっていうのが私の中に別テーマがあるので、大野的 IG 上也抛出许多作品，像是这款日本知名乌龙面你一定不陌生，还有巧克力、牛奶糖，知名品牌的洋芋片包装几乎完全复制。不过大野其实还有一种作品没有挑战过，まあアニメのキャラクターとか人体っぽい形のものっていうのを作ってみたいな。独特的作品让他深受大众喜爱，他也已经办过不少展览，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纸箱雕塑艺术的魅力。敦盛国中心综合报道。